上官老师学习心得报告，主题：华严十玄门具体显示与本经经题。念老无限慈悲，慈度莲池大师遗中，依十玄次第引证经文，以明本经十句十玄，确证本经正属原教，即是中本华严。良苦用心，无非令众生对汇集本起决定信心，由此真心发愿求生净土，一生成佛。恩师过去多次讲解本经经题之深广含义，今大惭愧弟子结合恩师讲解，依十玄门从本经经题粗略阐释，证明下老汇集本具体显示华严世事无碍法界，如来定慧救畅无极处，就体现在下老汇集本之融会贯通，体现在弥陀十念必生之大悲大愿。仅从本经经题而言，已经证明《无量寿经》乃释迦如来所说之第一经，十方三世诸佛度化众生之第一经。依佛说，本经所特指的佛，佛表示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。本经中的佛乃是一切诸佛经典中最尊第一，特指世尊弥陀良土导师，又指毗卢遮那法身佛，更涵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读诵学习此经，如同与世尊弥陀毗卢遮那佛以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对话，蒙一切诸佛受记。二、世尊弥陀以与毗卢遮那佛的关系，毗卢遮那佛即大日如来，是密宗至高无上的本尊。大日如来名称出现在西元七世纪善无畏三藏翻译的《大日经》，又名《大毗卢遮那成佛神殿加持经》里，大日是除一切暗遍照宇宙万物，能利养世间一切生物，大日之光为不生不灭，又亦大光明遍照。因为毗卢遮那佛法身如来不生不灭，是故大日如来或名无量寿佛。因为大日如来光明遍照一切众生一切世界，是故或名无量光佛。因此日本东密新教大师认为阿弥陀佛即是大日如来的化身。在密教中，阿弥陀佛象征大日如来的妙观察智。弥陀书钞智觉云，总持教中说37佛皆毗卢遮那一佛所现，其妙观察智流出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如来，则一佛而双二徒也。可见阿弥陀佛即是大日如来。密宗以大日如来为最高之佛，格语根本总德。师父上人也曾开示，毗卢遮那佛为修持的最高境界。本经中世尊亦言，阿弥陀佛光明上好，胜于日月之明，
千万亿倍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故能念阿弥陀佛，就是直指修持的最高境界。八十华严卷十二，如来名号品，诸佛子，如来于此次天下中，或名一切异乘，或名释迦牟尼，或名第七仙，或名毗卢遮那，如是等，其数十千，令诸众生个别知见，故知毗卢遮那佛即是释迦佛。三，本经特指佛名，具体显示华严十玄门之总门。譬如遮那化身佛与释迦佛是一不是二，譬如遮那佛与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，释迦与弥陀是一不是二，更体现出本经显密圆融禅净不二之境界。譬如遮那佛以其与诸法遍在，故密号遍照金刚。此正是华严十玄门之总门，同时具足相应门。一法成一切法，一法起一切法，一时具足圆满显现。古德云：念佛时即见佛时，求生时即往生时，三际同时更无前后。所以念佛时就是圆满显示华严同时具足相应门，一声阿弥陀佛遍一切时一切处，一声阿弥陀佛变成往生善根，最后一念真心阿弥陀佛定生佛前，同时具足相应，又符合时间无碍之第九门，时事格法亦成门。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一切佛，就是第四诸法相即自在门。密宗所有佛和菩萨皆自大日如来及毗卢遮那佛所出。华严十住品云：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表示诸法相即。本经所特指之如上三尊佛以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共赞弥陀圆满功德海，因此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法身自性之毗卢遮那佛，就是念世尊以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，一音中一切音，一身中一切身，一句弥陀包含所有经咒，而弥陀报身大如虚空，就是极乐净土大如虚空，亦即是你我凡夫之身大如虚空，凡夫之身即是极乐报土，所念弥陀名号就是一切诸佛圆满自性本具功德，亦是凡夫自性本具功德，本来具足则决定得生净土。二大乘，本经乃一生成佛之法，是一乘了义。又大乘如来本怀，诸佛如来的本怀就是把自己的修持都宣说传授给众生，并直指最简单易行成就最高的修行方法。正如念老在科注中把莲池大师之所以判弥陀经为分缘，而又列举小本中世事无碍法界实力的原因，解释透彻至极。只是大师因实学因缘不同而所做的善巧
悬疑之际，试想若《弥陀经》真属分缘，莲池大师又何必列举经文世事无碍法界之力？可见真正判教依据在此，只是当时不能直接明说《弥陀经》属原教。由此亦可见，偶益大师欲剖心力学，劝大众相信持名念佛最殊胜利益，绝非大师一厢情愿，此正是十方诸佛所同愿。世尊49年，哪一部经最为畅快淋漓地讲出一生成佛永不退转的生密方法？那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。二，一层了义的就近方法就是念佛。月三起于一念，其诸圣于片言，持名念佛方法显示出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之功德，将无量劫修行的功德集中在这一个纯净念头中，将一切诸佛所修功德汇集在这一句弥陀名号上，这就是十玄之主办圆明聚德门。又因为同时具足，故又符合同时具足相应门。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真正是明白持名念佛法门的究竟方便之处，最极妙而无以与之比乎。三，毗卢遮那佛与本师释迦佛都是修阿字密藏，持名念佛法而成佛的。毗卢遮那佛以阿字为密藏，阿字是万法之本，是种持。从阿字生一切佛、一切法，没有阿字，就没有本师释迦所说的三藏十二部。法界全体圆满就是一个阿字。譬如遮那佛修此阿字密藏成佛，并传授众生，令一切大众弘证大日如来果德。本师释迦佛念阿弥陀佛这一难信之法，而证无上佛道，因此亦传授一切众生念佛成佛，乃至一切佛于一切佛土教化众生，都是劝念阿弥陀佛。六祖能大师开悟时所说的关于自性本自清净、本不生灭、本自具足、本不动摇、能生万法，这五句话就是说的阿字密藏，就是说弥陀圣号。既然法身大日如来和本师释迦佛乃至一切佛都是念阿弥陀佛，凡夫何以不念佛成佛而另寻他路？除此以外，都是佛的方便说，一切真相都在阿字当中。三，无量寿。无量寿代表阿弥陀佛名号，又名无量光、无量觉，代表一切都无量。阿弥陀佛名号具足无量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一切功德摄取于一句佛号，这就是十玄之广狭自在无碍门，乃至一毛孔、一微尘都无量，光中化佛无数亿，这就是十玄之维系相融安利门。无量光数穷三际，诸佛光明为阿弥陀佛，
光明普照，无量无边无数佛刹，这就是一切法集于佛光之一法，就是十玄之隐秘显了俱成门。弥陀住十报庄严土不动，而以化身度化一切有缘众生，有情个个随类解，这就是十玄之诸法相集自在门，一句名号度一切众生。是故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就是理事无碍、事事无碍境界；一句名号，就是入华严玄海、大日如来之华藏世界。而华藏海众又以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导归极乐世界，这就是师父上人在学习班第四十集中所讲的万法一缘，就是万善同归，极乐莲池海会。四庄严，彼极乐世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，国土庄严，老师与学生皆庄严功德，是圆满的美好妙土，汇集一切诸佛刹土之美好为一体。一法具一切法为杂，诸法融为一体为纯，这就是十玄之广狭自在无碍门。又比极乐世界菩萨庄严，十方世界诸佛及菩萨当往生者，其数但说穷劫不尽，不易计数。无量佛菩萨入极乐世界，而其本相不坏，无比功德故能而，这就是十玄之一多相融不同门。复比极乐世界同时具足一切诸佛刹土之庄严，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但当一心归命，称念阿弥陀佛，即往生亲近彼佛，同时具足阿弥陀佛智慧德能相好，这就是十玄之种门同时具足相应门。此即是三种庄严入一法具。一法具者清净具，清净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这又是由心回转，是十玄之主办圆明具德门。法藏比丘摄取一切诸佛刹土之美好大乘，而又去其糟粕，这就是教会我们在一切境缘中修行，恭慎保持，精勤求索。此正是十玄之脱世显法生解门。五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是清虚之身，不坏之体，是真如，是不二法门，是真心佛心。以一念清净平等觉与阿弥陀佛五劫修行所见极乐世界相应，念念相应就念念极乐世界。所谓无量劫是一念，一念即无量劫，超越时间，这就是十世格法一成门。又一切众生平等普遍成佛，只要放下执着分别，持名得到阿弥陀佛加持，大业往生，乃至临终时念忏悔念佛，或善或恶为心所转，这体现十玄之最后为心回转善成门，即主办圆明具德门，得大自在，得大利益，就靠一句阿弥陀佛。因为平等成佛，生佛本无高下，
贤愚不孝均平等成佛，从而体现出十玄之因陀罗网法界门，一一诸中各现一切诸影，而一诸中所现之一切诸影，不限于其余999诸中，千诸重重应现，无有穷尽。佛光普照一切世界，一切众生均见极乐妙土。阿弥陀佛，没有不得度者。平等中之平等，世事无碍之华严境界，方能有此真实功德，今代极乐世界体现无余。六经，一切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然时节因缘不同，众生根性不同，所修方法亦不同。平等中之差别相，依据上面所略述，足以见得本经是如来所说度化众生第一经，平等第一经，方便利用第一经，诸佛赞叹第一经，汇集第一经，注解第一经。正如世尊所言，依本经修行者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第一弟子所修必是第一得度妙法，故世尊殷切嘱咐弥勒等诸大菩萨，于此广大微妙法门做大守护。弟子心智初裂，费尽言语也只能作此略说，但已令自己从下老所汇集的经题中见到圆满的华严十玄门，华严玄海之奥妙具体显示于本经经题，仅是经题就有如此圆满功德，何况整部汇集本，何人能如入华严玄海？何人能汇集出入华严玄海真实之际的经体？非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故佛再来者不能为之。故应于此汇集本生大信心，从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以报答诸佛菩萨真实智慧无边功德。以上是大惭愧弟子上官的学习报告，错误之处还请师父上人慈悲指正。上官同学，今天的学习报告很有价值啊！这是以华严十玄解释本经的经题啊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见，说得非常好，非常难得啊！如果自己不能体会到，你就决定说不出来啊！能说得这么清楚，说得这么明白，而且很简洁啊，符合中国文学里头所说的简要详明啊，符合这四个字，这就是第一流的文章啊，很难得。那么我们现在学习汇集本啊，这个课注还没有学到经题啊，这超前了，没有学到经题。我们学习经教应该有这样的态度，
啊，离四玄妙的宗旨都摆在我们眼前。为什么有人能看到，有人看不到？这是关键的问题了。啊，能看见的人不多，少数人，大多数人没有看到。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常说的一句话，心浮气躁。啊，心浮气躁的心态摆在面前也看不见。足思大德说得再清楚再明白，没听懂。这就是诸佛菩萨常常感叹的众生难度啊。啊，古时候众生比我们现在好多。原因在哪里？他们神定气火，他不像我们心浮气躁啊，他心是定的啊，气是和的，不躁，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啊。这就是所谓有缘人啊，跟诸佛菩萨根善知识有缘，不是别的人。心平气和就是缘，只要有这个缘，这个缘当然也有前身广狭不同，越是深越是广，这大根先人啊，如果不深不够透彻，广不达到圆满，这个我们可以称为大根先的人，这个大叫大乘的意思啊，能够接受啊，大乘教。于是我们就能想象到，释迦牟尼佛出世，在那个时代，世贤成道之后，这个成道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是怎么得到的？修禅定得到的。啊，不是出家，19岁出家，参学12年。出家为我们表法，放下烦恼障，家是烦恼的渊源啊。19岁明白了，决定把烦恼放下啊，他为我们实现的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啊，知识分子好学多闻，
所以他去参学印度所有宗教，都去拜访过印度所有的学派啊，现在讲哲学，他都参学过啊，参学了12年，发起了啊，为什么呢？知道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啊，放下所执障啊，二障烦恼障放下了，所执障放下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开悟的机会到了，人成熟了，毗波罗树下入定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以后毗波罗树就叫做菩提树啊，我们现在称菩提树啊，在这树下开悟，这是告诉我们开悟的条件是要把烦恼障所执障彻底放下，那是障碍嘛，障什么呢？就障碍你开悟嘛。啊，可是这个要对谁说呢？对跟熟的众生说。跟没熟呢？跟没熟要教，不能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叫一乘法，不是一乘根性，这个对象不属于乘法啊，这就是天台家所讲的会三归一啊。佛先说三乘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缘没成熟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学，每个阶段的理念方法不相同，啊，最后根性成熟了，那就唯有一乘法。无二也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二乘三乘是佛的方便说，戒言没成熟的众生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心浮气躁也不舍弃啊。他是这个心浮气躁的根性，就是叫心浮气躁的法给他，应他的机啊，他听了生欢喜啊，跟他讲什么？讲人天法啊，这个他很容易接受啊。怎样的学佛得到生活上的美满，生活上的具足，给你讲这些啊，让你得到身心健康，家庭美满，要不要？都要啊，给你讲这些啊，这就是佛的印记是教啊，一个都不是啊！这是如来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待无量无边众生叫善巧方便普度众生，那一定把他引导从一个完全迷惑颠倒，把他引导到
清净平等觉，然后告诉他一乘法，究竟一乘，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。这时候如来境界最高的境界在哪里放下？眼从色放下，眼见色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色怎么样？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没有看错面对色尘呢，是真诚。是平等，是正觉，这是真心的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的无尽的慈悲，无尽的智慧无尽的向好，让他感受最后告诉他，这些智慧德能相好，全是自信本具的。佛说，我有，你也有，他也有，人人都有。所以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佛在华严上说实学，别的经上没说过。实学说的是就是实相，真相在哪里？在经题上看到。如果你更深一步，你在经文里头看到了，再深一步，经文里头每一段看到了，每一句看到了，每一个字看到了，在万福万事万物一毛端上看到了，一微尘上看到了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里头原来全具足实学，佛法真妙我们要契入实学，用什么方法？最妙的方法，无比殊胜的方法，就是念佛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你问他入这个法门没有，他说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知道，包不包括一毛端一微尘里面实学妙义，什么都知道，包括这些一句阿弥陀佛成就的圆满成就妙不可言老和尚为我们表法，为我们做示范这个法门男女老少咸鱼不小
个个有份呐、啊，人人当机呀、啊。问题呢，就在信、愿、信这三个字。你真相信，真愿意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真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你就是啊！你要像海鲜老和尚念上92年，你什么都明白了啊！一个字不认识，一部经没有看过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量经典，你全通了，你们有一样不知道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自信智慧现前。怎么现前？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就这个道理啊。一定要深深相信，一切法是自性本自具足。大乘教上说的，性外无法，法外无性。那为什么一切法是心现识别？明心见性，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？这个报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